哇，太多人了，一共那九个。年度最受欢迎新人队长，Hello 队长，我是一代队长李元汉，然后我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，三二一 ，Hello 队长，我是 Unai，Unai，Unai， 三二是 Unai 的李振明，十六的杨明，李振明，大家好，我是 Unai 的管乐，李振明，双手，大家好，我是 Unai 胡春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I 的向汉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I 的陈佑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I 的何小青。首先这是我们第一次拿到新人奖，然后我们特别特别的感谢华哥吧，还有我们的所有 NANO 们赐予我们这个奖项。其实今天是我们成团的第146天。吓死了，太好看了，3500个小时，我们九个人很幸运地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喜爱。其实我们深知作为歌手作品是我们的底气还有勇气，所以我们会带更多的作品，更优秀的作品给大家。吓死了，今天这个奖不只属于我们，也属于所有的NANO们。好帅，好帅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请到这边稍微准备一下哈，谢谢。我们请 9% 代表。感谢华哥吧。9% 这份荣耀，然后我也很开心，能够代表 9% 来领这个奖。希望大家。日后多多支持 Leverson， 我们九个人都会越来越好。然后，对，我们九个人都会越来越好的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安静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Leverson 是一个限定团，所以你们还会再合体吗？他指了这个。还会有一次的合体的机会。还有一次合体的机会。我想你们以团体拿到这样的一个年度最受欢迎组合，应该明年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吧？挡住我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不太听清你说的是什么，因为我想说，拿到年度最受欢迎团体组合，明年还会有这个机会吗？我希望还能有，希望还能有。奇迹会出现，谢谢小伟。我想这样 ，9% 是那个 UNI 的兄弟团，你们在一起合个影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呢，小伟站在你们中间，来，你们到前面来，你们到前面来，你们前后左右，来，往前，有几个人往前蹲一下，好，谢谢，来。对啊。3、2、1，来看这边，来，谢谢。9% 跟 UNI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UNI， 李振明。接下来我们请赵总。